的妈妈算起来，安尼绑着，还佫有咧想有爱有爱，只是没有钱的，无杂七年。啊，有的是丢出来就什么都不知道了啦，不看了啦。啊，你佫佮回想，安尼要安怎，我嘛唔知啦。我负责照顾小孩啦，孩子在我手上，我照顾好就好，其他我不想那么多。开这边，叫他到我们家哦，跟你玩哦。我开开开开开开开，我们家住这边了、哦，我们家住很漂亮哦。嗯，在这边，在这边，这边哦，这边呢、啊？啊，没有路了。啊，这边呢、啊？这边呢、啊？我们家住这里了。我们家住城堡了。城堡。来住城堡，叫他来跟你玩。好，就刚去，他看我生啊，会怕、啊。两兄弟。我就回去就给他一人一张椅子坐到，他就乖乖在那边坐，想到靠靠，小的也看大的哦，大的哭他就哭哦，大的挺他也会挺哦，他也不吃哦，就这样子。个性啊，个性就是他封闭啊，那我也是带了啊那几个月，带了三四个月以后，听他讲个性。因为进我的家庭，我孩子是，大概面对了很多人啦、啊，我会带去公园啦、啊，啊，公园又有小孩子啦、啊，啊，他们看了较济，啊，这样的，心胸那时候较宽起，看能接受什么都能接受，每条顶爱看了大家都安尼安尼安尼意思。进来什么都丢，伊啊打看袂顺，啊打落来硬硬倒，啊你不可能叫他一次就 OK 了。你看我带了十个月，那个小的还没有完全调起来，啊他玩具的时候都会乱丢啊，啊到现在，要出门了，刚开始叫也都叫不动，你就用东西给他叼啊，你捡好这两颗巧克力给你吃，你不捡你没有得吃啊，也是这样慢慢叼起来了。啊，掉到现在，我说我们要出门，玩具收好，两个会赶快去收了，要慢慢掉，两只手臂这样的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，二几只？四只，总价，总价。他们在语言跟认知，看板。其他动作的大小动作，他们都很正常。像那个小的，那个细动作也都很好。那个是什么？香蕉。哎，阿哥啥？哎，香蕉对，阿哥啥？蔬菜。哎，蔬菜哎，阿哥一下。像晨晨这样子，老大这样童年，人家整个气质讲得很漂亮。你讲啥人，讲到足清楚。但是他，我不会，我就看，我就以孩子本身来看进步的话，我不会拿去跟人家比。红萝卜啦，妈妈要煮这个红萝卜啦，给你吃啦。像那个老大哦，我就看他在叠积木哦，他有形状，他脑筋有进步了，他有在动头脑了。啊，像那个小，我说哦，你之前都不开口，他都不开口的，他只要吃了，他都不开口不讲话，你再怎么教都不开口的啦。啊，他最近不错啦。好不好吃？吃，所以他会讲。猫头鹰的眼睛在哪里？这里。眼睛？你说眼睛？眼睛？眼睛在这里。眼睛在这里。带这种孩子给我的感觉是，他大心呀。你说，所以人家有时候在叫阿姨阿姨，我觉得在他们里面，他们也是要有跟妈妈亲近，因为他都。之前好像都那个没有被照顾好、保护好，来到我们这边哦，他好像得到了这个爱哦，我们付出了给他的爱，他好像很没那个很满足啊，想了。
孩子的变化很多啊，说不定他十岁以后他就顶呱呱，对吗？这别人讲他现在这样以后就怎么样，也不能说他现在很会讲话以后就怎么样，对吧？不能跟他定型啊，那个环境对他们的影响也很大。要不然嘉义那那不说，哦，蛋来蛋去。啊，你若被他收进了，你孩子不要你交给儿童福利联盟，孩子进来我们会挑啊，挑一挑他出去，他就变公子王子了，对吧？给一般没有孩子人家的会栽培出来就有用，就不要像现在这样的父母这样子的抛弃啊。你不要说用可怜那两个字来看爱心，我不觉得嘞。我说也许他要这样子，基本上是这么小要人照顾，大了跟我们一样都是要独立啊，要去承担啊，承担工作，承担家庭，都是要有责任。之前这个环境不适合他成长，他来这边你要他的人生就转变啊，对吧？你出来想也都没用啊。孩子是什么？那个当作自己的在看待而已。